找我婆婆，她会怎么说？我会说：“妈妈，你今天可以帮我接个小孩吗？临时有事情。”我婆婆会回说：“好啊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。”那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啦？我听不懂哎。勉为其难啦。他已经讲好了，门口等十分钟，他们的英文老师马上要来拿礼物了，等了十分钟。然后我婆婆可以跟不可以也不讲，也是说。车子这样子很难停呢，啊，不然阿公下去买个东西啦。好啦，那等阿公回来啦。那我心里就想说，那到底是车子很难停，到底是能停还是不能停？我就说，那所以可以停吗？有警察在旁边吗？现在你们可以停吗？他就说，啊，是不晓得啦，但阿公现在也不在啦，那就先这样子啦。那到底是要不要等啦？